这个案子哈，就非常像张将军以前讲的“黑狗偷吃，白狗受罪”啊，这个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形。巴基斯坦，我们先说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是英国人所塑造出来的国家，它本来这个地区啊都是其他国家来统治，英国统治以后，为了解决一个印度教跟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所以把它划出来说这一块集中所有的这个穆斯林，然后其他地区集中所有的印度教的这个居民，所以曾经印巴分离的时候，把巴基斯坦的这个印度教徒移到印度，把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呢移到巴基斯坦，所以你说英国人用心良苦也可以，你说英国人没有用心也可以，反正那当时就是一个很困难状况底下的结果。可是因为他以前干了很多坏事，才这个结果。所以这个说来话长。可是现在的巴基斯坦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2亿2000万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巴基斯坦的东南部，东南部的旁遮普省。也就是旁遮普省占了巴基斯坦的人口5×5以上，对，这么多，然后控制了所有巴基斯坦的党政军特，什么都他们控制了，其他有很多少数民族，其中一个叫做贝鲁巴洛，那中文翻译成贝鲁兹，贝鲁兹是咱们的老祖先翻的，不是我们翻的，反正我们就沿用下来，他的英语名字叫做巴洛，贝鲁兹人呢、啊。他刚好就在贝鲁兹省，可是贝鲁兹省的面积占巴基斯坦面积 40%， 因为都是山地，都是伊朗高原的边缘地带，所以那个地方贝鲁兹人就长期世世代代居住在那边。对，贝鲁兹人不只居住在这边，还居住在伊朗过去的很大一块比较东边的地方，也是贝鲁兹人。这个贝鲁兹这个民族哈，他的血缘比较靠近伊朗。旁遮普人的血缘比较靠近印度，那麻烦就来了啊！想独立吗？宗教一样，民族不同，国家一个。哎，然后贝鲁兹人人口只有多少？大概是1200万吧，了不起不会到1500万。我想着巴基斯坦的贝鲁兹人到1500万，他们长期就是觉得被旁遮普人打压，然后偏偏的贝鲁兹省。矿产又特别丰富，对，瓜达尔港就在贝鲁兹省。对，那中国呢就很自然想说，我来帮巴铁兄弟。对啊，我帮你开发、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你是巴铁都是我的兄弟。那我来帮你开路啊，那我要用个油管运输就付你钱，那用这个港口付你钱。巴基斯坦的平均国民所得多少？1500块美金，很低，很低。但是旁遮普很高，贝鲁兹很低。就是贫富不均，然后贝鲁斯人觉得旁遮普人抢夺了他们所有的天然资源，这个仇恨是因为像早年台湾在开辟台湾岛的时候，这个总是有一些漳州人觉得泉州人你抢了我的水源，泉州人觉得漳州人抢了我的水路，就打起来了。这个东西中国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对，然后现在贝鲁斯人这个他们认为中国就是在帮助旁遮普人来抢夺他们的矿产跟资源。这个中国双手一摊，我没有付钱啊，那我付钱给你们政府啊。他说那个政府是旁遮普人政府，那我要搞独立运动。所以他们是反政府，结果他目的根本不是冲着中国来。对，他觉得你中国就是没有帮我，反而去帮旁遮普人，帮他的敌人。帮他的中央政府，帮他讨厌的人，所以这个中国就是有苦难言，一直受困于这个。是的。然后巴基斯坦派了3000-4000个保安部队，其实上都不管用，理由在哪里？因为贪污盛行，然后最近贝鲁兹人武力又变得很强大，强大是因为乌克兰的军队贪污，很多武器就卖到贝鲁兹去了，流过去了，黑市的。本来贝鲁兹人跟伊朗是同一个民族，中国跟伊朗关系很好，对，请伊朗帮忙，伊朗双手一摊，他说他在我这里要搞独立运动啊，对啊，所以虽然我们同一个民族呢，是有点像台独也是汉族啊，所以这个就麻烦了，是吧？
那现在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上一次伊朗不是有一个苏雷曼尼的一个纪念会被人家放炸弹吗？对，那个炸弹是 ISIS 可以放的，是阿富汗那边人放的，但是里面也有找被掳之人去做雇佣兵。所以这个伊朗就有气没装出，就发射飞弹到巴基斯坦境内，就去打这个被掳之解放军的基地。所以这个恩怨情仇，平常心讲，中国说我不干涉他国内政，可是你碰到这个问题啊，你只是白狗受罪，对，是第三方。这个里面再加上被掳之人，是信回教，注意到同一个宗教哦，同一个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一样，不同民族。现在印度插手，印度本来是早期跟穆斯林是处得非常不好，印度觉得只要能够削弱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事，就是我的事啊，所以对，所以旁遮普有事，就是印度有事，就是这种观念来，所以他们就偷偷的付钱给被掳之解放军，这里面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刚才不讲过被掳之买得到乌克兰的武器吗？对，谁去买的？印度去买的。对，而且哪里来的钱？印度给的。印度给的，反正就是形成一个很复杂的。那另外一个激进伊斯兰教是比较靠被掳之省北边，靠近阿富汗边境，那又是普什图族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然后普什图族人又比较血缘上比较接近阿富汗。好了，那麻烦来了，这个就是某一种程度的 ISIS-K 可以发展的基地。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哈，这个政治地图哈，每一个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一个头一个大。这个方案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照道理来讲，巴基斯坦政府拿到钱多分一点给这些被掳之人、普什图人，可以缓和这种现象。对，可是偏偏巴基斯坦虽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就是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然后当道的总理继续照常贪污，所以普什图之人人说起家都没搞，哪有人拍官，就是生吃都不够了，怎么还有空间留下来？懂啦，对，因为钱都被 A 走了嘛。A 呢才一每个平均国民所得一下来才1500块美金嘛，所以你知道中国现在也知道硬着头皮去想办法提高，因为现在印度的平均国民所得已经比巴基斯坦高很多了。那巴基斯坦一直在政治动荡不安，内部动荡不安，无法从事比较像样的建设。那空有很多资源，他就坐在黄金堆上当乞丐。对，那北京只能尽力了。那些牺牲我觉得这个北京可能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跟普什图族人这个被掳之人谈一下，沟通沟通。对啊，可是这个旁遮普又不高兴了。对，所以说这局很难啦。黑狗偷吃白狗挨受罪。对。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